那板凳是外王的对手。其实修道绝对无离开板凳，板凳嘛无离开修道。有内心就有外王，这间厝有花嘛有内，敢若有内无花，无像这间厝。咱讲啊，这间厝要有内花，这间厝就要有空间含这个边一切物件。这间厝若敢若空间，这间厝袂大；这间厝若是敢若有这个壁，拢无留空间，这间厝袂大。所以，一间厝伊有实的物件含空的物件。咱今日修板道，有内心的外，内心的大我含板道外王的对手。所以板道呐，要发挥大我的精神。什么叫大我的精神？记立立定，记德立定。啊，昨天咱就说讲。家己也好，不如别人好，大我精神。所以办道的呐，要利人；办道的是呐，要度人；办道的是要靠他，这叫大我精神。所以孔子讲讲，福人者，既欲去利人，既欲得入大人。什么叫做人？人就是讲，我记你啦，我会入人；我记得啦，我会大人，叫做大我精神。那么，那么发挥大我的精神，爱个体融入群体，投入个体，个体叫做小体嘛。爱融入群体，修办道目的不是家己一人去办，一定爱融入群体。这杯茶有少了，有少了，这杯茶要来倒对，才变成大体，来倒对。你含什么面啊？融入大海嘛，对不？这地伊作小哦，叫做个体。但是这地人家倒入大海，它融入大海，这叫做大海的水。同款咱人，同款意思。咱个体融入大体，未来才会成大体。圣人、仙佛、菩萨，绝对无离开群众修道的。